啦，迄个可能咧，真，一阵来咱说可能起来讲咯，等下咱说起来一几万起来咯。咱副馆长，咱各局处的主管，各位议员同仁，各位贵宾，各位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大家好。咱开幕典礼吼，开幕典礼开始，全体请起立，主席请就位，向国旗及国徽向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请复位。全体请坐下。今天咱第十八届吼，第一次的临时大会吼，开始啦吼。咱请秘书长吼来报告调解本次临时会有关事项。报告事项：一、本会第十八届第十一次临时会系依据地方制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办理。二、本次临时会议事路程经9月10日程序委员会排定，即委员报到、议员报到、议备会议、议读会半天、小组活动半天、审查议案三天、讨论议案二三读会、临时动议一天，自9月12日到9月14日、9月19日到9月20日共计五天。三、本次临时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制定嘉义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审议嘉义县严格卫生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审议嘉义县遗漏税征收率自治条例草案，审议拟报废拆除排入大乡寿口国民小学及嘉兴国民中学四校建物案，审议嘉义县消防局监管职务出售及抽棚一连线西报废拆除案，审议拟出售坐落嘉义市中山段七小段十六、十六之二、十六之三、十六之四、十七。十七之九、十七之十、十七之十二、十七之十三、十七之十四号、B 号等十笔现有非公用土地及地上物教师会馆移动案，以及各业务单位电务案等。本次临时会，县府提交议案十案，议员提交议案一案。讨论事项今天必须进行。依本次临时会之议事路程表排定是否妥当，请大会公决。甲一号案、甲二案、甲三号案，系以本次会完成议读，报告完毕。咱秘书长报告，咱即届即个临时大会的有关事项吼，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就进行讨论啦吼。讨论事项一：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表排定是否妥当，请大会公决。咱即届排斥的议程表，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就通过吼。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制定嘉义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咱甲教育案第一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
无吼，无咱就这个叫做交付人心。哦哦，来。大会主席、议长，然后各位主管、各位同事哈，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那个农业处长，我们上个临时会的时候有说，就是是依照我们议员的决议之后，然后再下去再做，你们再送件再做修改嘛？那你告诉我说，因为我看这个条例呀、啊，跟包括说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有讨论过，其实内容不太一样，你可以再说明一下吗？来来。是，大会主席张议长，好，谢谢议员这个部分的垂询哈。最主要哈，有一些不一样，是我们又更严格了哈。我的大致是稍微很简单的叙述一下，从第一条哈，我们修正条文第三条开始，我们把食火鸡、鸵鸟、鹅苗跟鹌鹑这些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的动物，我们有再列进来。另外一个部分是考量本县公共卫生、安全跟维护人民生活品质，修正新设置，就最主要这一条的精神里面，我们把机关、住宅、州界哈500、1000这个部分有完全是照上次的条文。啊，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在第三，等一下你说500、1000照上次的条文，对，完全没有错，这修正条例第四条第五款了、啊，哎，所以这个。议员刚刚在指说跟上次不一样，我又觉得这个部分精神全部都在这边了。哎，这里有一份哈，这个是上个9月2号那一天，就是我们有审我们的修改版跟你的建议修改版，对不对？好、哎，你念一下你现在给我们的这个案子，然后第三页就这一本，我们有一本那个。就甲一号案嘛，你现在送进来的，我们刚刚才在桌上拿到的第三页，然后下面第五点，哎，来，好，然后设置，来，你告诉我，一饲养猪场，这个是500到1500跟1000的，对不对？对。好，哎、第一个饲养猪场，然后呢？您要我念哪个部分？第三页，第五点下面的第一小项，哎，对。好 ，OK， 这。应距离商店、机关，哦，刮胡够；住宅刮胡不含农舍刮胡，州界500公尺范围以上距离，跟学校、医院州界1000公尺以上范围。对，好，一，畜牧场，嘿，饲养猪场，然后呢？非开放式的是畜舍跟堆肥场。停，好，这边。非开放式畜舍与堆肥舍，对吗？这是你说这是比照我们上次的，对对是，对。那上次我们议会审议的，我念一次给你听。一饲养猪场水帘或其他相同功能之密闭式或非开放猪舍与堆肥舍，水帘和篱那拢无去啊。跟议员回报哈，这个部分我们条文是调到第五点。第五点啊，哎，对啊，他这边有些都哪里第五点都有条第五条啊，第五点哪里？第五条，你看底下。好，排队，所以议员，这第五条距离是多少的？你告诉我第五条距离是多少的？请整个看完哈。对，你看他第五条里面他写的是那个应距离商店机关，就他意思是我符合我把。设备在往上调整的话，意思是更严格。它是强调的是密闭式猪舍、高床、条状地板的栏舍、废水回收设备，还有雨水污水分离设施。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一个是开放。我知道两个不一样，可是五百公尺的，我们要求就是这样。你要降落300，是比该搁较悬的呀。你起码毕竟500拢无要求啊，啊，敢那300，就是不一样啊。你法条来就是不一样啊。你就是没有照我们审的啊！大议员，这个部分是我们是增修，把密闭跟开放分切了。你是增修，可是你把我们原本的决议都删掉了啊！我们没有这就是不一样啊！因为你是不是500公尺？就是第一个，我们礼拜八月那一天决议的，就是要有水帘啊！我光水帘这两个字我就找不到了。他调的就是在讲第五款调到第五条。好，您可以仔细再看一下，一边是开放式，一边是密闭型。我们是强调是设施密闭型的，因为
包含琴社或租社都一样有所谓的更好的设施。这一份呢，你又后来九月二号的时候，议员非常不满的就是我们已经决议了，你还建议要修改，对吗？那你的修改版一样是这一个条文里面哦。你的后面呢，第五个那个畜牧场的，你给我们的建议啊，哈，就是你新设置的畜牧场，就是离那住宅，好，不含农舍周界500公尺范围以上，距离学校这个是1000的，要符合自治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好，对不对？自治条第六条是下面这个规定嘛？规定呢，就是一样，饲养猪场也是要水帘什么什么其他功能的。可是呢，你如果是在300公尺以上的，就是你另外又在写的，就是跟你今天送来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跟那个不是不一样，它是不是你还拜那么快？黑马是第五条做分项，他把设施跟的封闭型跟开放型做一个分隔，哎，那是条文上的调整而已，并没有不一样。所以，高局长处长，啊，咱媒体，甲咱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处长，你讲这话，我是我嘛袂认同啦。你含阮讲的，甲你写的文字出来拢无同啦。这个案件人家争执啦，你讲你设到300，伊设备啦，设备是你为啥物为标准啦？是有专家，大家拢总你来评估，还是甲咱政府你留这个空间？到底这个空间是留这个空间这么宽？是要有财团才有财色，对吗？我见你咧定300就是300，你定500就是500，迄拢袂用，我拢无意见啦。但是你的设备，你以啥物基准？比如讲一台车，法拉利的嘛是车嘛，路量嘛是车嘛，哦，你咧讲安尼设备，你毋着爱有一个看你一个啥物会来鉴定者，啊，做落是毋是永远会袂有臭味？因为我认为讲，你做嘞，周边的下下落村民，吼、哦，即你做是应救的嘛，有臭味，恁是毋爱写叫伊写切记，环保局来回动，闻到臭味，主动水拆离，无拆离，你安怎开始采取有即个甲拆离的方法？对唔？你袂使用伊设备啥人认定，还是爱用钱来买，甲会当设？哦，来交接。你设备你嘛要提标准嘛？你敢讲用好的标，诶设备，什么价格好，什么价格歹？厝顶你本身敢知影？我请教你，因为我本身我唔捌，所以你讲这个设备，我就唔知你安怎甲你回答。我相信咱的同仁无大家拢知影。哦，设备叫做什么？设备是安那设备个什么标准？什么不标准？你唔着爱先做一个哦，拿图出来阮看。因为阮呢，我以我的建议上哦，议长，咱这按卖心啦，咱也免落议会白死啦。因你安那准，政府家己去自行处理就好啦。因为阮家己白死啦，而阮俩阁有囝仔孙孙啦，后盖人讲，啊，这家庭说啊，这啊，恁老爸也是，恁阿公当时伫议会都有人答应红过，阮唔爱做臭人啦。啊，阮内面甲你背死，你过唔过？恁安尼安怎红安怎请？恁家己去自行处理就好嘛。因为咱啊，这个案有心是对百姓较好啦。对。哦，咱只要搞这个。但可是，咱无照议员的意见啦。咱就是，咱搞到背死啊！咱咱有人心蒙过嘛？我今仔日咱无信过老百姓要求控政府，咱会当虾米来？我绝对拢会虾米来。我见啦，这是尊重咱台湾意思啦。我是讲吼，咱卖个我也背时者吼，其他的当然咧背时我无意见吼、哦，我绝对唔甲背时者啦，因为咧我阁活无遮久啊啦，对无？我会一代红做臭人啦。当时恁若讲恁老爸都是伫议会有信过嘛？哦，因为这家庭设立是永远的嘛，哦，唔是讲今仔日拢设立三五个月，大家来甲老百姓讲，恁都确定慢了3-5个月呢啊，这做的人开很多钱是永远的，所以我认为讲，你讲标准，什么叫做标准？我相信一定你嘛无在讲什么叫标准。当然咯，恁嘛是外行。对啊，恁嘛是外行嘛，啊，你咧设标准，
你有一个什么会无？哦，啊，你拢无，你敢叫阮甲你准，甲你陪侍者？对唔？我跟你讲，这我唔啦。哦，安尼啦，咱议员足侪人来这参加啦。你来办过去讲这个意见啦，看要信唔信？无，咱伫一同会就使这个案撤销啦。看要叫迄个农业处将所有的物件款落较齐全的，才过来信嘛。啊，这万无要紧，你看大家。大家主席哦，对不对哦？啊，各位议员同仁哦，我们这小姐先生哦，那个应该是这样子讲啦吼。拄则议长你有讲到一个明确的话，就是讲，咱甲这个案信落去了，即马咱若无甲信落去，以后嘛是爱信啦吼，办呢啊，咱用心讲啦。嘛是会制造到以后吼，子子孙孙的日后的问题啦。当然，咱即马制定成个完全周密性的法源，我们跟他修正了以后，是毋是会当带动整个，或许影响到规个台湾性啦？哦，咱嘉义县议会就是有认真，即议员就是有咧努力拍拼监督，所以讲会甲这个法条，咱的草案来甲做修正。所以讲，我希望各位议员同仁哦，咱拢真用心，真久啊，咱嘛想出着真周到的这个配套措施，哦，是毋是讲农业处，你们把这个当初的审查议案里面的文字的确定里面，你有没有加注在里面？再来，为什么今天的预算书里面所看到的文字都流掉了？流掉了什么？因为当初你们说建立版的部分是有水帘式的部分跟密闭式的相同的用意里面，为什么你今天的预算书看到的整个好多的文字都流掉了？哦，那当然议员不高兴啊，对不对？是不是讲我建议讲大会？哦，是不是咱进入一读？哦，我这段时间的文字较难。安尼吼，看你延到十八、十九来处理啦。十九啦。吼、哦，这样这段时间，你两个处长。你把你所有计划、你的机械的那些比，你拢标准拢写好，再过来处理啦，对啦。哦，你今仔日这么这么坚持对，大家也是到尾会。不啦，到尾会这样不好啦。但正义一度无要紧啦，吼。不过问题我只要确定的就讲，反正咧讲诶，还佫有足侪议员咧讨论诶。咱今仔日无分党派，没有政党之用意里面，咱台湾性可能所立，有可能咱这周边的法条，台湾性有可能教咱俩。哦，不，反正啊，咱会当抱着讲，这所有嘞，咱农业官表示讲，咱的做民意代表，咱监督之意。不过呢，我希望农业处，你要知道，当初你讲的要文字修改的内容里面，还有今天你送进来的议会的预算书里面，你的文字流失了多少？哦，你稍微相对比较一下。啊、那我是建议讲，今仔日一读送入去。咱过来，大家到。我是认为讲哦，你处长你真啊，对咱议会讲话吼，拢无实在啦。当然咯，拢用无安尼。我正在跟你讲啊，我是讲咱既然咧做伙来审查案，你爱坦诚嘛，哦，你袂使甲咱抹抹咧，对唔？是讲的像咱有较平淡，些都含看无看嘛，对无？啊，你甲咱抹抹咧，安尼。我感觉你是真无负责任的处长啦。没，你处长你搁解释。伊拜六开会，拜六开会，迄个伊含惊你的。对啦，因为现在人家看你的议员在讲了嘛，就是说你的文字里面流失了多少嘛。当我念的很多很多流文字流失掉了嘛。对不对？就容许我再补充一下。啊。我想我各。无论个人或是县政府都非常尊重议会了哈，绝对不至于说什么不不哈。我再跟议员报告哈，尤其像詹议员刚刚在提醒的，我报议员，您可以把整段念完，就知道我们当时条文在调整的用意。比如说您在提第三页的处长这个部分，我先请教你，第四条你这个不是应该就是你应该都是很仔细的去思考之后，礼拜六你才会在议长室报告给我们听嘛？是。对啊，那为什么礼拜六报告应该是你的条文都很审慎的看过之后才会让我们先去讨论，因为这些是我们今天才拿到的哦。是，我都不用去理解其他的，我光把礼拜六开会的跟今天我们在桌上收到的礼拜天我们就不一样啊。对哦，所以你应该准备好，我不知道你咱临时会完了这几礼拜，你先听我讲，我不知道我们临时会上次临时会完之后隔了一个礼拜你在做什么，这几天为什么你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不是加班了，你平常你
我礼拜一打电话给你，你都没有回我呢。你去哪里？礼拜一，我礼拜一有打电话给你，都没接电话，我怎么回啊？你先解释第四条跟第五条。好，我先报告第四条。你这么快演，不是？您不是？我干嘛这满面该水？你如果要送神的话，请你到最后再神就好。他现在讲也没有用，因为你今天讲的就是你讲的内容给我讲啊。你讲的内容给你大这时间，你就到十九。你把你文字拢写，甲你的标准同拢写，拢写好。你在十九之前，你送给阮这当然大家来了解嘛。其实就这份，上尾是咱是十七啦。了解是咱十八，大家都安尼坐咧吼，麻烦议长，甲叫大家同学来坐咧来探讨安尼好啊，唔好啦。哦，啊无你安怎升级，升条尾也是安尼啦，不了了之啦。处长，啊你卖干嘛吼？要算迄个文字游戏啦，迄无需要啦。安尼啦，无啦，安尼啦，即按佫提了，你啊两工开会时，你用佮来处理啦。你所有的物件用我设备，用我借砖，后期登记单位啊，啥物佮来处理啦？啊，其实我佮想要有一个建议哦，议长，我要再给一增订这个条文再一个建议啊，哈，因为我礼拜六那天我有问那个秘书长，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现在你这一个自治条例，畜牧场的自治条例，你都只是定到说挖主挖不要那修改，不要那行庆要求它的规范，可是你没有，你里面完全没有去要求到说之后如果这些畜牧场它有违法呢，我是比较弄来，不能我是比还可以啊，我告诉你什么没有启动，我不要去修理，那民众也是会澄清啊，就说还是有臭味啊，有什么？那你为什么你都没有一些罚则？然后不要跟我说什么中央有法则了，我刚刚看了这个，你们的提案吼，甲二号案啊，有一个营业卫生管理自治条例，我就看到它后面一样，它就有法则。那为什么那天礼拜六秘书长张志明秘书长跟我说，自治条例没有在定法则的，怎么有这种事情？你这边你这个第八页第二甲二第十五条什么违反就罚5000以上30000以下，那为什么我们畜牧场自治条例不可以定法则？告诉我民众定金的话，你去查你头一摆违规，我罚你偌济嘛？第二摆偌济？第三摆我就取消你的那个畜牧场登记，不可以吗？这样应该没有抵触中央的母法，我希望罚则也可以定进去。后来咧，安尼处长你详细，不这个案哦，自治条例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尊重，因为这百姓吼，大家定情价吼，啊，因为这议员拢非常这个关心啦，你总讲。设备也好啦，啥物用哦较侪全啊，法则，伊讲这嘛真有理啊。你敢若拢无法则，啊你所以讲你详细的作资料拢管哦侪全，伫伊看过来恁想，感觉你修正了非常的完善了，咱甲召议员来讨论，才将这个案送入这个议会来审这个案啦，安尼好无？是哦，安尼这个案，退回场边啦。哎、欸，来，何主任。各位同仁哈，那个农业处的这个修改的这个版本里面哈，其实他这个第五条跟第六条，其实处长的意思，他的用意就是说把不同的设施做不同的处理了哈。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哈，县府的立场哈，事实上，其实一开始，其实上一次的临时会我们就有联席审查，其实。后来会产生这么多的纷争，包括我们今天还在这边这么有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我觉得还是农业处这边不够尊重议会，因为当初第一次你们就应该先把你们的条文做最好的准备，好，然后再也依照我们就是第一上一次临时会联席会议审查的共识去做修改，才不会衍生今天这么多的问题。那我这边还是要讲，就是说这个畜牧场。新设哈，这是不溯及既往的哈，是针对未来，就是我们公告以后提出申请的这个业者的新设畜牧场，所以它没有溯及既往的问题。那我觉得在这里哈，我们的县政府的立场还是有所退让，好，有所退让。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好，或者什么样的压力，我不清楚。但是我作为民意代表，我是希望说，我们每个民意代表，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都是受到县民的检视。好，我们每个人对这个议题的立场，我们的态度，其实我相信老百姓都有在看。那我个人，我为了维护就是我们这个嘉义县民的这个居住品质，我这边我认为，既然县政府口口声声说，你们要提升这个设备的设置标准，好，就是你在这个第五条里面，你针对这个密闭式或者所谓水帘式的这个畜牧场，
说要提升，有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他，那我觉得这个跟第四条就有点自打嘴巴了。那你为什么？你既然说你是为了更高的设置标准，你为什么不一致呢？为什么不一致呢？就所有的新设，因为我刚刚就强调说这个是没有溯及既往的，你就直接就针对所有新设的都统一一个好所谓的高的标准设置标准去要求。但是针对这个距离的问题，我这里还是要再呼吁我们的议会哈，还是呼吁我们的县府，还是以原来第一次上一次临时会我们的联席审查的共识，就是还是以就是500公尺跟就是一般的500公尺，然后医院学校1000公尺作为基准，那不要再去区分，就是你有这个所谓的比较较高设置标准的，就变成是在300公尺以内。我个人的意见。这个主管这我有了解，因为有要报，我嘛是有相同的意见去甲讲这啦。但是一般如果我们百姓即马去饲的要用球较高级的，一场几啊亿，有几亿，安尼有可能我们咱嘉义县的啊，这个业者要做这個。无多啦，变后过变拢在传。啊，因为咱既然讲要用高的标准吼，设备提升，安尼就一次要求嘛，不要再分，就是说你是开放式的就比较可以比较远，秘密式就可以比较近。那伊的意思是安尼，我什么？伊的意思，伊可能我拢解释袂清楚啦。他的意思，如果设备的很好，啥物无味的，是否距离吼？有当时啊，你普通时啊做像讲也无要求较好的吼，1000公尺嘛，还佫了臭味，也是你各国。啊，要比较好，就是讲不能讲100公尺就无臭味，是啥物安尼？伊的意思安尼，那可能就表达得不清楚啦。哎呀、啊，我一定讲，咱一定我给报告吼，因为我唔是要求一定爱铁栏啦，吼。不要紧，因为你个唔是我咧要求，因为我低潮嘛，不要紧。安尼咱有低潮，就咱顶边因有啊，那个即个连线过嘛。有的中央政府本来就是安尼啊，对啊，人诶，百姓诶，来行政诉讼，咱是没有行政诉讼，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因为咱本来就清规嘛，本来就清规嘛。你啦，阿爸，这经营啦，无哪位经营啦？不完啦，对啦。你是要完成一道何处话电信，吼，资料快速齐全，哦，这嘛是一个方案。啊，无你就是讲，照议长你的意思，像怎讲，我阿托诶资料准备好。后会期才来，对啊对啊。但是后会期才来，你这段中间的时阵，再百外件再要审，你管政府就要成立一个监督严格审查小组的。等一下，不是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哦。你要成立一个严格的审查小组，要要监督，啊，无你就是这会期照办的意思，讲啊，要完成一档子来，哦，卡个得联系，看要该。没啊，看你啥意思啊？啊，看就要安怎处理这情形啊？你啊，看伊啊，看要安怎处理啊？哦，你看你来。啊，咱议长啊，各位咱在当然吼，啊，大家好啦吼。啊，针对这个问题吼，我本来我嘛认同咱迄个蔡议员伊的想法啦，因为你吼无进入运动吼，我讲到后礼拜反正就变105啦，105件啦。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讨论。咱这个物件有来审视，所以这个我是感觉有来进入一读安尼。啊，咱这个物件，哦，因这几天啊修正好势。不啊，恁看，哦，关你来收吧。哦，来，无你做啊，你这句话。哦，讲了够。会伫个增加，哦，搁你搁等到后会期，哦，这搁几个月。愈来愈多人申请，会变105件啦。啊，遮拢适用旧法，咱嘛是困扰啊。所以这个问题我是支持，啊，进入一读。咱十九家来最后来讨论啦。好，来，直言，最好了哈。
等下大家议长还有我们副县长，我在这本席哈，那个下意见，我们这个案已经讨论很久哈，这个个人的这个意见哈，我们还是要进到那个一读，要给他一读哈，通过哈。当然这个某些方面，我们还是要请农业处加强一下内容哈。本席还是要赞成一读这个。议长来，那个处长，我要提醒您哈，那个礼拜六我们在议长室有提出，我们这些议员必须就是去直接到那个，比如说养鸡场的那个企业，他们现场的那个规模，您做个充分的说明，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了解，对外有一个说法。那这因为我们又要。就是开会，那又要有时间去做资料的吸收，所以您那个尽速让我们那个民意代表可以就是一起去参观啊，这一点您要记得，谢谢。对，然后补充一下，那个刚刚黄议员说的，我们要去看的设备有两种，一种就是你说你所谓规范很严格、密闭式的那些，就是经费要比较多的，距离可以比较近的，还有一个就是距离是500公尺的。要求规范没有那么严格的，那它又是合法的厂，到底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就是我们可以去实际了解这两种的不同，就它的设备设施到底不同，让我们明确的知道。就我们要去看这两个不同的。对，是两款。对。啊，那你确定你讲我来安排？有无？比如讲什么标准？什么标准？就是讲500公尺，就是一般恁合法的是这款嘞。啊，恁要求我较严的，要要求让伊无味的，无啥物。阿公，我落到300是啥物款嘞？恁讲我落找到这个所在。鲍议员，这个部分跟议员回报哈。其实一般畜牧场如果目前有在养中的，因为基于生物安全嘛，一般是不太容易进去参观。可是我们想办法。场外啊，不就场外看的咯。对，我们安排。啊，你要这个部分，啊，你要较赞的，要来带，你别作骗啊。是我全力来负责安排。啊，那嘛是要最近呢，无你这几天还要死呢。是。啊！你看，你明仔载我落去安排迄个时间，无你含只议员较迟咧啊。好。无你有法度，你就爱伊咧啊！你看，这部分当然是尊重会决议。好。大家好吼，议长，我认定讲一拖个过啦，啊，明仔载到后一个审查议案吼，耐心，啊，把因处长把二十九吼，把所有的资料拢款齐全来，十九咱踏实安尼啦。不紧，恁大家意思，予伊较齐全，无我是惊这两天。这款来，恁要去上心，比讲要讨论提案的时阵，伊的资料阁无齐全，阁大家阁在遐争议，系啊，无要紧，好吧，安尼嘛好啊。哦，你看阿变较慢较心，安尼。大家主持吼，议长吼，因为本是伫只吼再次强调了吼，啊麻烦只议员了吼。19号。啊，当然，这个案呢，嘛是进入一读啦。哦，啊，当然。我都有讲过嘛，处长，你把这个文字的用意里面，你稍微再看一下。星期六你们的拿出来的那个参议的版，还有你现在说的议会里面的决定的用意里面文字，我就讲你要确定性。哦，那在这几天呢，你是不是把它修正的好了以后，那我们一次在审查会全部把它通过，好不好？哦，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无啦，即马呢啦，伊都迄个永进，因有去建议讲要呀，啊，咱十九号过来签啦。对啊，19号啊，这这几笔动啦吼。啊，咱今仔就，咱大家安尼就进一通，吼，一通大家吼，吼，我通过啦吼，啊，交付人心啦吼，来。啊，搁等下，迄个这两天你着看讲，玉泽议员有想要看那个标准的，你来处理。啊，而且呢。将所有的资料加简报告的详细，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参观的时候，恁的资料管得好，简报告的详细啦。啊，无大家拢在遐争议，敢讲恁过去用的含即卖文具阁无共款？啊，你认为无啊？但是你所有的可能你的资料用无好势，你用哦。好，我做一个对比表啦。其实它那一块条文是分项的问题呢。好啦，分项啊，但是都要有讲个清楚，你就爱去解释。是。好，谢谢。来，大第六案。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阿尤，有关嘉义县营业卫生管理自治条例草案议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自治法第26条规定，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公布。
假期予咱各位同仁，搞啥物意见？无吼，啊无咱迄个完成一托交付人心吼。甲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法官阿尤，有关嘉义县娱乐税征收率自治条例草案议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娱乐税法第6条规定，报请财政部核备。甲三号案，各位同仁甲啥物个？无吼，啊无咱交付人心吼。甲4号案，甲11号案，吼、哦，咱交付人心吼、哦，来。来，临时同意。无吼，无啦，来散了。我想明天早上可以吗？几点？无啦，等下你。无啦，恁等下才叫，今仔几下要差不多来。啊、哦，那个。哎，还是明天嘛哈、哦。那个，各位议员先进哈。哦明天早上啊，原则上我们9点还是10点？10点好了，10点钟哈，10点钟要去参观农会处安排的这个畜牧场的我们的议会先进啊，议员先进哈、啊，早上10点钟在我们议会前面哈、啊，我们一起搭车。那议长现在邀我们议员哈、啊，再到他的议长室哈、啊，就这个。大家来讨论，谢谢。那个，请我们议员先进，先到议长室，谢谢。那请议事者调查一下，明天有多少议员要参加，谢谢。